么身份？今天就是我老婆。别闹，真的别闹，真的。不和杨丞琳两人秘密成为夫妻了吗？原来杨丞琳特别客串亲子实境节目，还要完成帮潘玮柏的儿子蛋蛋洗澡的任务。我不会帮小孩洗澡。那要有爸爸，要有妈妈，你到底是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？你帮我洗也可以啊。只见杨丞琳一脸抗拒，似乎不是很想当妈妈。虽然从来没有帮小朋友洗过澡，不过看到蛋蛋可爱的模样，杨丞琳还是不经意的流露出母爱。叫妈妈，叫妈妈。我没有过耶。那个腋下，腋下，腋下，帮你的腋下吧。屁股，屁股，前面我帮你洗一下啊。我们先等一下啦，我觉得好奇怪耶，导播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潘玮柏和杨丞琳七年前一起合演《不良校花》，成为众人眼中的荧幕情侣，戏外更是无话不谈的超级好朋友。一年多前，潘玮柏受伤，也让杨丞琳很担心。小宝又被他受伤的时候，我有去医院看他吗？第一时间，第二时间，第一时间大家都要珍惜这个友情，很怕失去这个人。对，两人友情深厚，这次杨丞琳被迫当起妈妈，虽然百般不情愿，但为了好朋友潘玮柏，也献出第一次帮小朋友洗澡的处女秀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